的整个 image。我觉得这次的改造计划非常的成功。Yo, sexy, 非常漂亮，欢迎陈月明姐姐。嘟嘟陈月明姐姐的演唱，我们要把温翠华大哥请到台上来。陈月明姐姐不止这种语言上的功力了得，她的人缘也非常好。不说大家不知道，她曾经参加过这个选美比赛，而她跟她一起参加选美的姐妹今天都有来到现场，所以在现场的很多观众他们是大饱眼福的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我右手边的那个角落，陈月明姐姐的姐妹都在。而且记得梅姐招手永远有个典型的手势是这样招的，哎，你就知道果然是选美出身的。我们给月明姐姐的姐妹们一个掌声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请评审讲评了哈。嗯，国亮老师先来。好，今天我看了这月明的 Sinaran， 这一首是我们马来西亚大姐 Sinaran 马吉的一个经典歌曲，就是非常经典，我记得整首歌我都很熟悉的这首歌。然后你几乎在完美无瑕的把这首歌表现出来，非常好。谢谢。我感觉那个歌词一粒一粒跳出来的，这不容易做到整首歌的表现。然后我是觉得你比原唱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好好加油。好，翠华，其实你选唱这首歌，你在劲歌做出在编曲上了有一个大胆的尝试，非常好。但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假如可以的话，我是觉得前面的劲的时候那个拍你可以拉长一点，有个方式可以做到更准确的静音的。在乐队老师在起音的时候，你不必把麦克风放在嘴里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哼哈哈，你找到那个音阶的时候，你一进肯定没问题。所以刚才你在高音上还是有一些不到位，低音也低不下去，但是整体上的表现我是给你相当好的分数。
加油。谢谢。最后两位的演唱，命运宝座有三个人，不知道两位会不会加入他们，又或者两位绝对安全呢？成绩排行榜如下：吴伟林95.7分，陈月明95分，石丽仪94.7分，黄玛丽94.3分，翁穗华94.3分，姚琴94分，陈丽妹93分，李庆峰92.7分，董德豪92分，陈丽丽90.3分，林南姿90分，陈丽萍89分，卓欣雅86.3分，徐来凤85.3分，卓欣雅、徐来凤被淘汰。